十六级欢迎收睇《家境清贫泰国新闻》啦。经常讲话咧，跟车唔好太贴，呢句说话系真嘅。早几日咧拍咗片讲话啊，泰国咧十月份又开关啦。咁跟住阿巴育总理咧之前曾经讲过话，喺120日之内咧泰国会开啦，甚至乎讲到话喂曼谷咧会褪迟少少10月15号啦。咁亦都讲到话泰国旅游部嘅部长咧就同呢个曼谷市政府啊揸晒牌倾晒偈话10月15号开啦。咁点知话口未完咧，唯有琴日就有消息传出嚟啦，咁就话曼谷市政府讲话唔系啊，我哋10月15号系唔会开嘅，曼谷系唔会开嘅。咁点解？因为佢必须要等全曼谷嘅人有70% 嘅人口系打齐两针先至可以开，否则的话咧，而家开咧会有危险嘅。咁其实现时曼谷有几多人系打齐两针咧？据称只系得40% 啫，40-70%，即系仲有30% 人口系未打齐两针嘅咁样。咁而家 距離呢個10月15日都仲有呢個一個月時間啦，會唔會喺一個月之內係可以加速地進行，而令到咁多人係可以打齊兩針咧？呢、這個唔夠膽講啊！咁會唔會係戴定頭盔先呢？咁到時15号又開到咧？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咁但係鐵一般事實咧，佢暫時係咁講嘅。都 OK 嘅，我都認同嘅。咁若然多啲人打咗呢個兩劑疫苗，咁到時就會好啲啦。不論個遊客嚟到需唔需要隔離，又或者點都好啦，咁起碼就係大家心安理得先啦。咁至於其他省府，芭提雅、華欣啊，同埋清邁又會唔會真係十月可以開到咧？其實都係睇翻當地啦，睇翻當地嘅情況，同埋啲人打齊兩針未咧？其實所有嘅嘢咧，都未係100% confirm。你知啦，好多嘢經常改，每日都有新變化啊。咁唯有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好老實講，一啲譬如外省省府，譬如話芭提雅、華欣啊，同埋一啲嘅清邁嘅旅遊業嘅人士，佢恨唔恨開咧？梗係恨開啦！尤其是啱啱出咗個報告咧，就係知道蘇梅島喺呢個7月15号開翻至今帶嚟嘅利潤，遊客帶嚟嘅利潤有幾多？大家睇睇已經知啦。哇！大家見到都哇 OK 喎，都好想喎咁嘅利潤喎。咁再加上當地嘅人真係有公開嘛，啲掃地阿嬸有地方俾佢掃地啊嘛，係咪先咁？咁所以大家咧都期望嘅。啊，講開蘇梅島又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啊，講開又講啊。之前咪幫旅遊局拍咗個超超蘇梅島嘅環節嘅，你上去 YouTube 我 pay this 就會見到嘅。咁大家會覺得奇怪，我明白七集之中點解冬日會得一集嘅？咁 OK， 另外有一集都叫勉強有去影去做 SPA 啦，就係、是、似乎喺第一集裏面夾硬 cut 出嚟嘅。點解拍咁少嘅？咁你去咁多日嚇，咁查實係咁嘅。我一個 trip 咧就泰旅局贊助嘅，咁我同我工作人員咧就早去咗幾日，咁跟住然之後冬日妹 suppose 咧就嚟到會逗留呢個3日2晚啦，嗱唔係 TVB 嘅節目，係逗留3日2晚啦嚇。但係咧一嚟到嗰朝咧一落機咧，咁喺酒店換完衫，大家換曬紅衫之後即刻拍咗2个钟咧，咁已經有消息傳出唔得啊，冬日妹你要走啊嚇？點解啊？因為原來咧嗰日同佢同一班機由曼谷飛去蘇梅嗰班機裏面咧，係發現有個乘客係瀨咗嘢，係佢前面再前面，我唔知第四定第五排嘅人嚟咁樣。嗰、那個人咧，佢嚟到蘇梅島覺得好唔妥，走去醫院驗，一驗咧就發覺瀨咗嘢。咁跟住咧就驚啦，咁於是啊，冬日妹咧都要都盡快翻去曼谷啦。嗰日日頭機嚟就晚上機翻去，咁而我哋都冇乜心機怕啦，咁結果喺嗰間酒店本來住2晚嘅，咁住咗1晚，第二日都快離開啦咁樣。之後咧，咁梗係大家會去驗啦，咁我都有驗啦，好辛苦，咁驗咗就幸好冇事啦。咁而如果你係啊冬日妹粉絲咧，你都會發覺佢早排無端端突然間自己都走去驗，咁係咩事咧？原來就係因為咁樣啦。咁幸好 touch wood 咧，驗咗之後咧，佢又冇事，我也冇事，同埋我啲工作人員都冇事啊。咁老實講，佢本身出發前已經打咗兩針嘅，咁同埋雖然係同一班機，但係前面再前面係幾排之前嘅人咧。如果你唔係即係咁近距離黑黐 high 咁嘅話咧，理論上都唔會咁容易受感染嘅。咁可能佢又做得善事多咧，個天又幫佢，咁所以佢又冇問題喎。咁而佢冇問題，佢同我一齊合拍嘢嘅時候又食
嗰個所謂 folding breakfast 咁一個嘅水泳池上邊嘅一個浮嘅早餐咁，大家食咁又冇事喎，我又冇事喎，咁好彩大家都冇事啦，幸好冇事啦。咁而事實上咧，蘇梅島咧至今咧，因為呢個 sandbox 遊客嚟到帶嚟嘅感染嘅數字咧都唔高嘅，而裏邊嘅受感染嘅 case 亦都唔多，咁所以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大家咪哇 OK 喎，都期望可以咁樣喎，證明咧蘇梅嗰個 sandbox 計劃咧其實都成功嘅，尤其是見到有咁多嘅資金走咗嚟啦，咁所以變咗你話芭提雅也好，清邁也好，華欣都恨噶，都想係咁噶。曼谷恨唔恨都恨啦，係咪先？成個曼谷有好多嘢都係同旅遊有關噶，同旅遊配套有關噶，都希望呢一個嘅模式能夠成功，咁跟住可以帶協到大家啦。但係講到話十月十五號開唔到，咁幾時先開到啊？咁或者十一月咯，再唔係十二月咧，好唔好啊？嗱，十二月都 OK 啊，因為十二月近聖誕啊嘛，跟住然之後喂隨即倒數喎，咁於是你就可以喺泰國有個熱辣辣嘅聖誕節同新歷新年啦，都係一件好事啊！嗱，如果俾多啲時間你十二月先開嘅話，哇！咁到時唔單止70% 啦，可能89-10%，大家打咗兩針啊，分分鐘仲有啲人可能打咗三針添啊，係咪咁話？咁於是咧咁嘅環境咧，我覺得遲啲開都冇壞嘅，都係嗰句啦，曼谷唔會落沉噶嘛。遲啲開，咁等大家準備好。喺個適當嘅 timing 做適當嘅嘢，咁件事咪更加好咯。好過而家夾硬開咯，跟住又可能惹嚟一啲嘅舊病啊，又帶嚟一啲嘅病菌，咁大家都唔舒服啊。既然係咁，又係咯，打多啲針，等多啲人打咗針，然之後慢慢十二月倒開，我覺得係一個 right timing， 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嘅。你覺得係咪咧？我又覺得係啦。嚇，好，今日嘅內容就係咁上下啦，希望大家會中意。咁大家繼續留意我的報導，一有最新的消息就會馬上跟大家分享，記住跟車不要太貼，因為泰國的事情經常會變，多謝大家，多謝了。